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元。我跟你们讲，今天这个 content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玩。OK， 相信你们应该知道我今天的主要内容是做什么啦。可是我现在还是要详细给你们解释一下我今天的那个企划是怎么样的。给你们看这一张照片。OK， 这张照片呢，等一下我会把它 print 出来，用 printer print 出来，然后我会把它 print 出来之后呢，然后我就会把它粘在那个洗衣机里面，就是洗衣机门开起来，然后我把它贴在里面，然后我会丢一粒蓝牙 speaker 丢进那个洗衣机里面，然后把洗衣机盖起来，然后我就会在那个洗衣机的那个 store room 里面藏好相机，然后一个一个把他们引进来，然后看他们看到我被困在洗衣机里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 idea 呢，是我刚刚刷 YouTube 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韩国姐妹花他们拍了一个这样子一个 content， 然后我看了里面他们的里面的那个内容，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好笑，所以我也想要把这个 idea 拿来就是prank 一下小明啊、 Benny 啊、 Dixon 啊他们。就是他们看到了我被困在洗衣机里面，然后一直叫求救，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OK，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先去做一些事前的准备功夫， Let's go。中断打扰一下，业配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平台 OdaFX。先说明，这个平台只适合21岁以上的用户，21岁以下的同学们，请直接跳过这一段哦。OK，OdaFX 是一家曾获得20多个行业奖项的外汇经纪商。英国用户们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官网，如果是安卓用户，就可以去到 Play Store 下载他们的 APP。第一次接触的用户，可能你们会很懊恼，不懂要怎么样开始。一开进去，看到这样的数据，又红色又青色，上上下下，完全看不懂是什么东西。可是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有提供不同的专业培训，包括一些市场 tips、 线上研讨会、 live 交易等等，还有只需要多加留意他们的每日市场分析，一旦时间久了了解了，就越看越简单啦。在这一个2月，用户们还可以参与他们的新年活动，详情请浏览这一个 landing page， 完成这期间的任务，那么大家就有机会获得丰富的礼品啦。如果用户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想询问的话，也可以直接联络他们的 support team， 让他们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连接在下方 description 可以找到哦。最后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斟酌的使用哦，毕竟投资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大家可以慢慢的了解和学习。OK， 有兴趣的话，赶紧点击以下链接下载吧。我现在就要把我这个照片 print 出来。 OK， 开始。我也非常好奇那个效果出来会是怎么样的。阿元从打印机被 print 出来。阿元跌倒了，阿元跌倒了。笑也很香，你们这样看你会觉得暗暗这样，对不对？可是肉眼上这样子看呢，是很香一下的，就是好像我在里面的感觉。只是它唯一一个比较不真实的地方是看得到那张纸，所以我在想，不懂能不能够成功弄到它们。因为我们这个洗衣机它的这个片玻璃比较厚，而且比较黑，所以那个效果就没有这样好。看到上面那张纸在上面了，看到它的纸的形状，可是不用紧，因为我只是要他们第一的那个反应罢了。因为想也知道我不可能被关在里面的，只是要他们第一的反应，看到那个洗衣机有我的脸在里面，然后有我的声音从里面发出来，他们会有什么反应。OK， 我
现在来到车里面，我现在要做工作就是要录那个音，就是啾啾的那个声音。然后等一下我会把这一个音响，这个蓝牙音响放进那个洗衣机里面，然后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计划。OK， 我们现在开始录音。救我！救我！救我！帮我开门！喂，我被锁在里面了，有人吗 ？Anyone help me？ Hello！救我！帮我开！我不能呼吸啊！帮我开 ！Hello！ 有人吗？哎 ！Hello！ 帮我开！我被困在里面了。OK， 搞定 ，Let's go。救我！救我！救我！帮我开门！哎，我被锁在里面了，有人吗？真吗？有点真的。我
可是有点僵。我是看到你的脸了、啊，是有看到你的脸，有第一的感觉这样。啊、想去找我，到底那个声音在哪里？一直在那边喊救我。OK， 所以现在呢就已经结束了这个整蛊他们的这个计划。哎呀，这事情超级不快乐。来呀、啊，先说说你，哎，你先进来了啦，先说说你来、啊，你有什么心情吗？在那一刻，觉得很扯啊，很扯，怎么可以在洗衣机里面？然后那个人 ，OK， 先讲第一句，你有没有心情？一开始有信，因为那个声音啊，很像，啊、很像，很像 ，OK， 很像在里面这样。这我是想看你的反应哦。你去看啊，很好笑。连你，我一看了，我吓到一下，然后我就觉得是哎、欸、假的，假的、啊，假的。因为中文啊，因为他过后有听哦 ，low battery， 有这个 low battery 有了，所以我一听就懂是有问题有了，我也讲一定了。OK， then how about you？我的话，我近期我是没有信、啊。OK， 先讲你为什么会走去后面？你是听到声音才走去的？我听到声音哦， okay, 我听到声音。你在打这王者是求救吗？我打王者我要装水，然后我就听到求救声，我就很想去找到声音。我找到声音，找一下，我就看到你在里面。可是那个是照片呐、啊，所以是又不会动是？啊，又不会动，所以是有吓到一点呐、啊。OK， 然后过后就知道是什么了。OK，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今天这个企划是蛮好玩的，是蛮好玩的，我觉得蛮好玩的。我觉得很无聊，是有点无聊了，可是我觉得蛮好玩的。OK，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拜拜，我们下集见。